热式破碎机，可破碎抗压强度控制在320兆帕以内物料，适用于软质、中硬和坚硬等物料。恶式破碎机分为 P1 型和 PEX 型。P1 型恶式破碎机具有进料力度大，适合于粗破或初级破碎，而 PEX 型具有较小的进料力度和较。